我不打算继续上学了。吴欢辍学主要是因为经济压力大，我们不如组织一个捐款，帮他渡过难关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有默契啊！干杯！庆祝疫情结束！庆祝马上开学！祝苏年！苏年哥，你有意思没意思啊？那，多吃点。谢谢。你自己快吃啊，跟他讲什么？吃你！你们都多吃点，这顿饭我请。嗯？怎么突然要请客呀？就感谢大家对我的照顾呀。嗯，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，下个月我也请一个啊。吴欢，嗯，没什么事儿吧？我不打算继续上学了。疫情期间我打不到工，家里也实在吃紧，所以我打算努力工作，好好赚钱，而且就以我这个学习成绩也没啥上下去的必要了，所以吃完这顿饭我们就不再是同学了，但永远都是朋友，我会努力赚钱请大家吃更好的，祝福大家也祝福我。祝福你。今天召集大家来主要是为了商讨吴欢辍学的事情，吴欢辍学主要是因为经济压力大，我们不如组织一个捐款帮他渡过难关。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？有默契啊。少雪200，这苏年200，这次我可上课班啊，这500是我一周的零花钱。行，记上。李大妈，刘大妈，谢谢你们给我们提供场地啊。哎呀，别客气了，感谢啥呀，你看这些孩子多善良，我们也捐点。哎，那你捐多少？200。谢谢。我也捐200。谢谢，记上记上。刘大妈200。嗯，谢谢支持。200200400。小雪。哎，妈。妈也来支持你们。哎，谢谢妈。给我妈的记上500500。你们忙着啊。回去给你们做好吃的，谢谢妈。哎，小雪好样的，谢谢金妮阿姨，阿姨支持你们啊。思年哥500，谢于大姐200，于大姐，孙大叔200，谢谢，一点意思，谢谢叔叔，谢谢姐姐，好人一生平安，谢谢。我们都长大，终于认